直播开始了。Hello， 大家欢迎进来。中午好。欢迎进来我们的黄阿姨直播间。今天很特别，你知道为什么吗？原来啊，之前没有去算，原来我们已经做第338场了。哇，今天很旺哦，三三发。好吗？还不错一下。来帮我分享出去哦，让更多的朋友们进来哦， OK 吗？这样正好哦，今天我们来煮虾哦，煮虾就笑哈哈哦。是哈，还有押韵了，给哦，晕倒，笑哈哈。笑哈哈哦。来帮我分享出去一下哦，今天做笑哈哈的虾。妈，为什么虾还会笑哈哈？它都被你煮了。它有那种字是哈字吗？哈，我们是讲哈。呼救啊，哈啦，那就笑哈哈。笑哈哈，就变成笑哈哈。我觉得是吃虾的人开心。如果我是虾，我不会开心，因为我被吃哦，是吗？喂，不要紧，有好吃都要笑哈哈。大家中午好，哎，帮忙 check 一下，我跟黄阿姨的麦都 OK 哈，是？对，帮我 check 一下。Hi， 我是 Kim Gyo， 中午好哦，来打招呼一下朋友们。Hi， Alice Bong， Good afternoon 啊。Good afternoon 哦，今天星期三了哈，我们很快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那个135直播哈，那天星期一我又飞过来 KK， 我正在在 KK 哈，那在 KK 啦，对，我正在在 KK 哦，所以在 KK 买的虾哈，这个是在 KK 来给大家看一下，对，我告诉你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呐、啊，对吗？你看在沙巴的人呢，就特别爱吃海鲜，哇，每个都是笑哈哈的哈。okay， 很新鲜哦，这个虾，来拿一个给你看一下哈、哦。对 ，OK， 对，哎呦，拿的不美啊，可是你看我的手的学问拿的不美，但是虾美就好了哈、哦、，OK 吗？看一出口 ，OK，、来，对，所以今天就是它了 ，OK， 今天把它变得更美味。今天是它主角哈，它主角，主角不是，是我们拿如果拿来煮这个阿三。阿萨姆糕不是你放一点下去，然后其他配料放一下，很下饭哈、哦。你饭要多煮两粒哈、哦 okay ，多煮两粒饭的有没有？今天会用这个哈、哦，阿萨姆爪哇来，可以花点时间拍下来一下哦。OK， 好，那饭要多煮两粒哦，不然等一下不够吃哈、哦。两粒本来就不够吃了嘛，煮多两碗还差不多哈、哦。OK 吗？通常我们叫人家讲，多煮一点，就是不会讲。多煮两拱，还是讲多煮两粒、哦、这样子、不过煮的人自己去也加熟、你要煮多少是你的事、原来这样子讲话就不用负责任是吗？不管你多煮多少都不是黄阿姨的事了煮的人哈 OK Hi Jun Moi， 谢谢分享啊，帮我 share 出去哦。Hi Amber Dion， Good afternoon。葱肉发耶 ，Hi 花姐 ，Alexander Sheng， Hi 大家下午好 ，Bihar， 哎，蓝天草原好耐唔见啦 ，Hi Doris Lee， Get in， 大家下午好哦，中午好，中午好哦 ，OK， 所以可以了哈。你们觉得可以开始了吗？可以开始哦，刷一排 love 上来哈、我们就开始虾。今天要红的，然后什么吗？因为有虾，所以要红红火火哈，昂昂哎 ，OK， 要昂昂哎，是，很多红，有昂昂，我们就可以开始煮了哈、okay。有，可以开始了。大家中午好哦。我是黄阿姨，好，今天我们煮什么？煮笑哈哈虾哦。今天煮阿三虾，对、okay ，阿三虾哈。Hi Cindy Wong， Hi Andy Wong， 小妹她讲 Andy Wong at KK， yes， yes， OK， yes， 好的， 来，你开始继续。Yes， fly here KK already 哦。Fly here， fly there， so good every day， fly fly。Not every day 啦， sometime only 哦。Sometime 啊， sometime only 哦。
because I got a nut here, huh? Okay. 然后啊，我们就放这个材料下来，我们用小美来煮哈。是的。所以啊，家里有小美的，你不要给她偷懒哦，要给她去煮。虐待她。做什么呢？用小美来煮，会给我们煮到很美味的菜肴哈。来， okay? 你先讲一下有什么东西，来给我。姜。给我。啊，红葱。来。还有一个是蒜头哈。OK， 来，我们先看一下，在这边呢就有，姜，姜多少啊米？姜放少许，少许姜。OK， 红葱少许，喜欢他们。蒜米少许，啊，哈马兰多少许，少许了哈。OK， 你喜欢你。等啊，香茅少许，辣椒少许，阿嘎阿嘎了哈。香茅中意啦。你要多多香茅，你放两条。如果你要少一点，要香茅味道，你放一条哈。OK， 放一条。这个小米辣哈，你要它辣一点，你也可以放多一点。如果说只是要微微辣的话，那你放半小条哈。OK，要超级辣嘞，变态辣嘞。不可以，不可以，等一下吃了咳嗽哈。OK， 我们把这个放下来哈。OK， 好，我们把它放进去啊。放下来。好，这个放下来哈。哦，辣椒要进吗？不要，不用，不用。OK， 不用，我辣椒给你。除了辣椒哦，宝贝们 ，OK， 你抬头来啊。啊，这个要。香茅也放进去，你拿香茅来当汤匙，忘记它。来，广告打一下。今天我们用 Mary's Oil，OK，Pure Vegetable Oil。谢谢这个赞助商哈，是的，我们有用哈。我们放到大概30 gram 这样哦，煮啊三。加那个油稍微多一点点，来给你看一下放到什么程度哈，宝贝们，给它有一点点可以煲到，有一点可以泡温泉这样哈，对对，一点点这样，温泉是很多，不需要蒸泡到它，不用哈，有一点点够爆香就可以了，像那个 baby pool 这样的那种水哈，没有高的，矮矮的哈，对，多少分钟？不知道你哦，4分钟哈 ，4 minutes baby，OK。来看一下，4分钟，120度，汤匙需要反转吗？不需要，不需要反转哦。OK，4 minute 120 spoon。OK， 好的。不需要。如果你的小美没有120度，那怎么办？你就放 Veroma。Veroma。哦 ，OK。就给他放。如果你是TM31的，你放 Veroma。你就放 Veroma。OK。如果你是 TM5、TM6 的，那你就放120。OK。TM5 有120 TM6 就有啦，是只是 TM31 没有哈。啊，不过也是可以的哈。你就给它放上那个 Veroma， 它就够热了。My favorite Assam prawn sweat and lu， 哇 ，very good 哦 ，very good 哦。你记得煮 Assam prawn 时一定要煮多一个东西啊，你知道那是什么吗？Don't forget cook rice 哦。Yes， 你一定要有 nasi rice，OK， 才可以配哦。嗯，现在它在爆香的时候，我们要腌这个。哦，腌呢？我们要腌这个。好，来，我们腌。来，我们要放这个。哎，等下。它三角蛙哦，你要在这一边哈，叫我镜头转过去哦。嗯。来，我转下去给大家看啊！我们要放这个阿桑爪哇，我们放一点点水下来，把它弄出来。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阿桑爪哇，不是它从哪里来的呢？它就是从这一包阿桑爪哇来的哦。啾啾啾！应该没有拍照的朋友们，现在还可以再拍啊！阿桑爪哇，一二三 ，OK。你要放什么水？热水还是？没有冷水就好了，你给它这样子弄吹一下，你给它加一点水啊，因为它是这样，好像高高这样哈，好像年糕这样哈，所以你放一点点水下去，它就会能够给它弄散它哈。OK， 活动活动啊，你放进来虾这边的时候，它就比较容易裹在那个虾的身体哈。哦，直接放进去虾了啊。然后就这样子，然后这个是酱油，是黑酱油，是一汤匙哈。哦，你这是酱油、啊、这个是比较贵的，所以我就先倒一下呢。那个酱油给他们看是晒油哈，这个哈啊晒油。这个来给大家看一下。Ketchup soya bergar， 记得最重要的知识 bergar。
OK， 你一定要挤挤的哈。这个多少啊？一汤匙这样。One tablespoon 阿嘎嘎。啊，快要一汤匙这样都可以的。然后就生抽哈。来，我们再下生抽。生抽也是一瓢哈。也是 one tablespoon 左右哈，阿嘎嘎。啊，一瓢。主要是看你喜欢的口味，好吗？OK， 来打上来，还有谁啊？你打蜜，如果说你喜欢阿三 prawn 的话，我们来科普一下，看有多少人喜欢这个阿三 prawn。OK， 下一个要加的是盐，来，我们再放点盐，盐放一点哦，少许啊，不要太咸哈、哦。OK， 太咸的话，等一下饭又不够吃哈、哦。嗯，饭煮多点啊，一次过。盐倒糖。这是什么糖啊？这么美的？这是 brown sugar。brown sugar 多少？ Brown sugar, 对，好，然后就pepper 哈 ，pepper。brown sugar one tablespoon 也是哦。然后就 pepper， 胡椒粉呢、啊？也是一点哈、哦。OK， 胡椒粉少许 ，OK 吗 ？pepper 一点。然后你就这样搅拌搅拌，搅拌搅拌 ，grow 着淋 ，grow 着淋哈。那个胶啊要裹在那个虾一起哈、哦。可是这个过程不是你要放住它一个小时哈、哦，所以我们做直播我们不放，我们就是这样拿去煮哈、哦。你害我高兴了一下，我以为你跟我讲你有预备第二份，已经是腌好的，害我开心，我以为我们吃两份虾。没有，就是这样煮哈，不加粉哈。所以朋友们啊，记得在这一个步骤的时候，你要留一个钟哈、哦，你放冰箱是吗？啊放冰箱一个小时哈、哦，等、才加胡椒粉是吗？没有，就是加下去，然后就放冰箱。所以胡椒粉加下去之后才放冰箱，让它入味哈、哦、，OK 吗？让它入味。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corn flour 哈、哦、，corn flour 在哪儿？也要放一茶匙这样哈、哦。一说 corn flour 也放了才腌哈、一个小时啊。对 ，OK 对好。压力，请问今天做什么糕点呢、啊？今天做阿三霞哈、哦、，OK 来 corn flour 哈。corn flour 放一茶匙 ，one teaspoon 啊 ，OK 好，一茶匙哈，好给它去裹起来哈。好的。啊，你说这样好不好吃？好吃，好吃哈，很开胃哦。OK。可是你还没有煮好哎。就这样子了。蜜美爱也是喜欢哦 ，Oi Kim Girl 也是喜欢阿三霞哈、哦，耍 N 也是啊，看来很多 fancy 哦，谢谢你们。好了哈 ，Hello Coraline 哦，你来了啊。然后我们把它倒进去里面煮哈、哦。OK 好，把它倒进去里面煮。来，我们现在把阿三霞倒进去刚才炒好的这些料里面哈、哦。这个是 One Hour Later 哈、啊。我如果我现在是做 TikTok， 我一定帮你放那一面 One hour later、OK 这是 One hour later 可是我们做的是直播 啊所以直接就这样煮 OK 好就这样煮煮多久呢七分钟 OK 来 7 minutes 我帮你敲哎，好吗这样可以的 OK 然后微软吗微软吗要反转呢？汤匙反转，反转。OK，、来，我重复一次啊，七分钟 Varoma spoon reverse，OK、okay、吗 ？7 minute Varoma 汤匙反转。怎么嘞？来怎么嘞？去那个华文。Hi Suzanne， come in late， never mind， OK，、可以看重播的啊。Hello 陈美英，下午好。Hi Sing I Do， 谢谢你哦。看什么？没有，这个。灯这样给它放哦，这字也不要浪费哈、所以加点水把它倒进去，因为都是好料哦。OK 吗？对。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放哪里进去呢？你开那个盖，把它倒进去哦。OK， 彼得倒进去。啊，给它去煮哈、我们煮饭呢，本来就是要这样子啦，持家有道哈、你说对吗？看一下还有粉丝们什么留言哈、OK。就这样子，我们等就这样交给他煮七分钟的时候，我们的阿三霞就弄好了。哦，你还有把辣椒加进去哈、现在啊，来朋友们，就是把霞放进去，把它的霞汁，如果你因为那个汁啊腌汁，它会比较浓稠一点，所以我们加一点水也把它放进去，也把辣椒放进去哈、OK 吗
OK， 跟我打 OK 上来啊。哎 ，Kim Gyo， 我在看重播菜桂皮可以做饭桂，哇，厉害了你 ，OK？ 做什么桂、啊？很好，菜桂啊啊的皮啊拿来做饭桂，做饭桂啊、嗯，很好哦，对，很好吃哈、哦。Hello Day R B 分享了，谢谢你 Day R B。小美的版本哈、哦、啊，对，小美的版本，菜桂也是有手工做的版本哈、哦。你是想告诉我你想做手工做的吗？我跟你讲哦，在我们直播间啊，讲话都是要负责任。因为之前我还没有有小美的时候，我们都是手工做的。手工做哈，手工做。后来啊，有了小美，我们就用小美来做，就比较闲空，人家也省工也省时间哈、哦。所以很久没有用手工做了、啊。你们。你们什么？如果你们也是会喜欢手工的，我也是可以做给你们看手工的是怎么做。那圈套设好了哦，现在来来来，谁要看手工做的菜贵，帮我打上来哦，要。Hello, Ha Ending， 下午好啊。OK， Hi Doris， 下午好。Alice Lau， 下午好。Okay. 都是这样。Hello, Lotte A， 中午好啊。啊，Michelle 讲代购回美里，因为你现在在 KK 代购一点虾回去美里。哦，没有没有，不要管他，我们帮 KK 打广告哦。就是你们大家要来 KK 旅游哦，来美里吃哈。哦，来美里吃啊！你在美里，你去美里买，美里也是有虾哈、okay. 哦。是的啊，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特产，都有虾，对，对都有虾哈、哦。是、啊，我们沙巴这边有沙巴的虾吃。对，梅里也是有梅里的，你去梅里那边 fish market 找哈。你知道吗、啊？每一个地方我们都要去一趟，为什么呢、嗯？我们都要去旅游，因为去到当地不是都有当地特别的文化，对，对特别的美食啊。我们如果有虾、啊、新鲜的，你就要赶快买。因为做什么，我们很难遇到有新鲜的虾来买哈。哦，因为啊，有一些食材哦，的关系对，是有季节的。嗯，虾吃一点对我们身体也是好的，因为它有很多蛋白质哈。我在这边也要鼓励一下啊，所有做家长的，如果你孩子长大了，他跟你讲，爸爸妈妈，我带你去旅游，你千万不要跟他讲，哎呦我不要去哦，不要紧哦，我在家帮你看家，我帮忙照顾孙啊，什么东西，这样你就赶快跟他讲 OK I go with you、yes. 知道吗？ I eat good I eat good also OK take along you know why、yes. 因为不是去旅游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啊。好、yes. 嗯、还有三分钟 啊，我们把它搅拌一下啊。哦，你要搅拌它一下、嗯，因为我们小美不是你煮掉的时候哈、啊，你可以停下来，你给它这样弄整齐一下，让它再去煮哈、哦哦。然后它的时间还保留在那边，它不会叫你说，诶，我还要煮多少分钟啊？不会的哈。哦，它很聪明的哈、哦，它还是 keep 住、啊，你看它时间还在。啊、你看它这样煮的哈。哦，看你看一下它煮的是这样子的哈。哦、啊，如果我懒惰，我不要搅可以吗？可以的，不是你把它弄整齐一下这样子。哦、okay、啊，这样子了，好。嗯、这个步骤可以做，也可以不用做的哈、啊。你看它都快要熟了哈、okay ，因为有时候你可以讲你煮到哦，好了哈，嗯 ，OK 啊，然后你弄到一半这样，你就可以把它开出来，把它弄整齐一下，你再 continue 煮，哦、它还是我们来在那边，它有记忆力的哈 ，OK， 它不会说哎。我还要煮多久啊？不像我们，好像平时我们开盖，然后我 timer 设在那边，诶，不知道时间还要多久，不会的话，它还是会恐惧。比我们的头脑还好哈。不过它的记忆只是限技术型哈、哦。如果你教他做很多美食，你这样子欺负他，他是不会记得的、哦。OK， 他有他的记忆力哈、哦，对他有他的记忆力。我们的头脑，我们也是因为我们要保养我们的记忆力哈、哦。是什么？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记忆力，要一直会记的东西，对我们吃的东西有关系哈、哦。是最重要，我们。要保养吃得健康、啊、对要保养
比如说虾啊、肉啊、鱼啊那些都要吃，对，都要吃。然后除了吃这些，我们还要吃营养品哈。营养品是什么？最主要的是我们的酵素啦。看后面，噔噔噔噔。酵素，水晶眼睛 ，OK 啊，水晶眼睛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 也是有吃过很多很多产品，后来我就是选择水晶眼睛，它治疗我们补会补到我们的眼睛，然后还有额外的剩下来的补我们里面的内脏，对器官，然后头脑，然后肾脏那些都会补，因为它还有，然后还有满满的维他命 C 哦，真的哦，真的是一流哦。你不要说，哎，我要买两盒来试一下吃看，哎，没有效率嘞，不是这样的哦，产品会跟你讲话哦，不是这样的，你只有吃一点点，它不会跟你讲什么哦。补品不是药哦，对，它不会跟你讲什么，你要连续吃。啊，七次，你连续吃，他就会跟你讲话哦。OK， 也有性格，后来也很可爱。来啦，煮好了哦。啊，煮好啦。有时候我被大喊，他的话很好笑。Hello Wendy Chu， 下午好哦。来 Jessica Lau， 下午好。对，千万要记得，产品会跟你们讲话哦。哦、黄阿姨的皮肤很美哦，歪艳，哇，你这个嘴巴好甜哦。谢谢你啊，歪艳。 OK， 什么很美？你的皮肤。哦，我啊，我哟，开心了哦，更美了哦。他要吃虾吧？他要吃虾啊。歪艳要虾吗？然后要跟我下单收购哈，然后有涂的有刺的哈，就会美美了。OK， 其实收购产品也就只有那么几个啊，这样子。OK， 所以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精益求精，只做几个产品哈，不做多。OK， 产品贵在好，不贵在多，就是说就是珍贵在它的好。OK， 它只有那几种哈，对，有那几种，就是美白皂。然后 Cream 21 就是等于我们的涂脸的话，包括你不需要晚霜了，你也不需要眼霜，它一瓶搞顶所有哈。And then 还有就是防晒，然后喝的呢就有水晶眼睛、百宝龙 ，OK Mins Beauty，然后最近我们还有加多一个新的，就是那个 Lafine， 然后还有面膜哈，所以加起来只有八个产品而已哈。没有第九个了，如果还有人跟你讲 Cell Glow 出第九个，暂时是没有啦。 OK， 所以不要相信它。很好吃。来，这个虾给大家看一下，我转下去哈，画一个清新。 OK， 哦，这样子点缀颜色哈。 OK， 漂亮吗？给你看一下。我们今天有煮白饭吗？有哦，一定有、哦、有一定有煮的，没有白饭不可以的，一定要有煮白饭哈、哦、来、哦、你要来我家吃，有虾吃有饭吃哈、哦、你 location share 一下吗？location share 在一家这么多，等一下很多都来，我不够吃了怎么办、哦、你只可以吃一只。哎，你讲漂亮啊，是、啊，对，很好吃哈，这个很好吃，因为我这个我之前我有煮过，可是常常我煮这个的时候，不是也是他们很喜欢哈、每次都会讲饭要多煮一点点，因为他们要把它拿来捞饭吃。我这个是没有腌制，它出来也是好吃，不过如果你有腌一下，它会更入味哈，它会更入味哈。OK， 可是。妈讲煮饭煮多一点，那个应该不是我，绝对不是我，是小叮当吗？应该是。太坏了。都会要，如果有这一道菜，他们都会要说饭煮多一点点哈。是，趁这个时候呢，也顺便跟朋友们讲一下，感谢大家哦，感谢大家的支持哦。OK， 所以我们的团队不是我跟黄阿姨啊，虽然只有我的名字，但是其实是我们一起做的哈。对，就又再次获奖了，耶、OK， 所以也感谢公司对我们的肯定哈。这是你们给我们的
奖励哈、哦，谢谢谢谢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OK。很感恩哦，所以我们还会继续努力做更多好吃的给你看哦，只是给你看而已。要吃的话还要自己做啊，知道吗？啊，督促你在家里除了看直播，一定要动手哦。因为所有我们自己看了之后动手做起来的东西才是我们自己的、OK， 我就可以学会了，以后我教我孩子哈，耶、okay. 如果说啊，你有遇到有新鲜的虾，你就不要吝啬，你买多一点，然后你把它配起来，你一次你煮多少你就配一配一配的，然后你就取写一下、然后啊比较旧的先吃，比较新的后面吃。放解家里啊，家里什么都可以小小的，冰箱就不可以小哦。慢点，他要代言冰箱了，够大。不过我了解了，黄阿姨真的家里什么都不可以少，就是哎，什么都可以少，就是冰箱不可以哦。冰箱不可以小哦，哦冰箱还要大。还要多两个，一定要两个哈。晕倒，你知道吗？我在 KK 只有一个冰箱哦，里面有一半的东西是黄阿姨的，不止一半，全部都是我的。因为我没有煮的好吗？okay, 我的小美最多拿来煲糖水。对啊，我要 complain 你啊，冰箱只有一个啊。我听不到。Hello， 西恩老，谢谢你哦 ，Cell Glow 产品好用，的确的，对，真的好用，好用，然后妈，你跑不掉哦，盖菜柜是用手做的啊，很多粉丝要看哦，哦，是吗？刚刚我们有提问，有没有粉丝想要看，就是菜柜用手做的？因为之前我们已经用啊那个小美做过一次给大家看，我们有做过小美的版本呀。对，如果喜欢菜柜用手做，你打啊，你刷一排 like 上来给我好吗？OK， 刚刚已经有几个好几个朋友说要了哦，妈跑不掉，有压力啊，要想一下步骤，因为其实如果用手做，其实它程序比较长，所以我们要看一下怎么样能够简短它，或者说让啊朋友们你们在直播的时候可以看到比较快清楚做完它哈、哦、啊 okay, 对，就 whole package 了哈 ，Yes。没错 ，OK， 那你也可以用手做或者用机器做，什么都可以哦。每一种它都有各自的情怀啦。对对啊，这样子。我的头脑要做工一下哈。是， okay. 所以你要喝水晶眼睛做工一下。来，如果啊、我们有拼图 Top 啊，就是如果你要加入黄阿姨的直播的 WhatsApp Group 的话，你可以点击下面那个链接，你点一下就 OK， 你可以加进来。这个链接呢，通常我们都会通知直播是几时，那么我们会把预告也告诉大家我们会直播些什么、如果有放假也会跟你说，那么直播之后食谱也会 share 在这一边，也是放在里面、哦、对、啊、所以这一个不是，如果、你就不要嫌我们、麻烦啦、因为通常一天也就只有那么两三个 messages OK， 然后它是 mute 的，就是说、粉丝们不会在里面交流，如果你有什么要问呢，你可以直接 message 我们啦、对啊，这样子，对，它主要存在的目的就是让你看食谱和给你预告几时还会有我们的直播，这样子、OK 吗？所以喜欢的朋友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链接，然后或者说你等一下、我们下播之后，其实在我们的那个播的台头也是会写这一个链接在的哈、所以到处都有这个链接，你都可以进这个 WhatsApp group， 好不好？ OK 啊 ，OK， 我加上精华液果啊、效果更好，谢谢你哦，西燕的那一个见证啊、用我们的 Cream 21哈、OK 吗？对 对，好 ，Thank you so much。Cream 21是啊，满满的那个胎盘素哈、哦。对，我们只要这样，你这样涂的时候，你不要浪费掉，你用两个手指就好了。两个手指，你用这两个手指就好了。它是这样用、哦，不要整个巴掌去揉它，很塞样哈、哦。你就用这两个手指，你这样点点点点，然后你就尽量把它 cream 捏在你的脸上哈、啊，就不会浪费哈、哦。OK， 好、因为它很宝贝哈、是的，另外一个值得庆祝的是，不知不觉哦，我们的直播已经达到了300多个。你知道这表示什么吗？我们已经一起同步走过了300多集哦。OK， 很好哦。差不多像意难忘这样了哦。
以前还没有，我还没有啊，我还在做工的时候，我在想，哎，我退休了不知道要做什么哈，哎，怎么很好哈，这个很好哈，还可以做这样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来怎样学习煮东西这样子，然后还可以推销 Showglow 这些好产品哈，嗯，然后也可以推销小美这些哈 ，OK。好的，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啊，迈向400大关哈、哦。主要是好吃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们要一个一个慢慢分享啦。哦、真的是太多了。所以粉丝们也需要你的帮忙，有你的支持和鼓励，我们才能够继续跑下去。所以谢谢你们哦，风雨不改135都有进来支持我们的直播。OK 吗？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哈、啊！不管我们人在何处啊，在 Miri 在 KK，OK，、okay? 希望以后还会去到KL 啊、新加坡啊都可以哦，我们都还是会想尽办法开播哈、哦。OK， 已经成为一个日常生活的习惯了哈、哦。嗯，好的，谢谢大家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你们哦。OK，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要赶快趁霞还没有冷的时候，嘟嘟嘟嘟，他在这边。我们赶快下播去吃虾啦、嗯！拜拜 ，OK， 慢慢聊啊，慢慢聊。也祝福大家做出很好吃的阿三虾，祝你哈哈大笑过、嗯、过今天哈、啊，过这个星期可以吗？过每一天，过每一天，过每一天哈、哦，被纠正了、哦、啊，不要今天、明天、后天，每一天哈、哦嗯 okay ，很好的祝福，对、嗯、对，好，谢谢大家，谢谢拜拜。